那时候，耶稣向他的门徒说，不是凡向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的人，就能进天国，而是那曾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，才能进天国。所以，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并不坍塌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。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就坍塌了，且坍塌得很惨。